阮属性格，就甲伊讲，讲恁老爸去倒位，恁老母去倒位，啊，就甲伊讲，机构就是讲拢甲伊讲，哈、啊。那么甲伊讲惯性性格，啊，因为头迄个人，就是因为伊细汉的时阵，老爸老母就往生啊，还是兄弟姊妹唔知去倒位，所以呢，伊乃当三七二十一讲安尼念地藏菩萨呢，啊，供养顶礼。那么菩萨就现身，甲伊讲，啊，机构是人的惯性性格，啊，当然咱呐，若要迄落呢，咱应当哦，一心呢专念，啊，无呢哦，定咧注意讲，地藏菩萨要为倒出来，啊，那么安尼呢心就善乱心嘛，啊，咱只要一心虔诚啊。啊，清念地藏菩萨的名号，也是恭敬顶礼，安尼就好啊。啊，那么咱也袂当讲有所求啦。啊，咱若讲有所求的时阵，有个人啊，知见无正确的时阵啊，有所求啊。那么呢，也是讲个家己邪思妄想哈、啊。那么求唔到去啊，啊，也是讲这个德相啊，拢是无好。所以咱来了解啊，当然经典甲咱讲。咱会当看到，但是咱个虔诚心爱有正知正见，哈啊！咱若有当时啊讲，我乃拢无看到，啊，安尼可能咯，就是讲咱个根基，啊，咱个福德，咱个功德，啊，无够讲会当看到菩萨个即个呢，即个程度，哈、啊。为虾米呢？因为咱人拢有执着，如果咱看到，咱就会执着，哈啊，无就讲咱个我慢心。哦，我才有修，我拢有看到地藏菩萨，啊，你敢有看到？啊，啊，人有就是安尼啊，就是有这种的执着哈。所以咱若讲啊，我若讲无看到啊，咱相信佛讲的话哈、啊，有看到无看到，爱随因缘呐。啊，袂使讲只有要求看到啊。所以有法师有这个老和尚讲的真好，神通甲心经是大隔壁啊。咱若讲要修神通，会带啊神经的隔壁，安尼迄是因为咱有着相嘛，吼、哦，咱也着相，所以呢，咱也会着相吼，所以菩萨呢，暂时唔好互咱看到，迄嘛是真正常，吼、哦，为着你好啊，啊无你会穿甲挡袂掉，吼、哦，对无？你若想穿，到尾你就会迄落吼，就会着穿啊，吼、哦，对无？人若想穿，就会迄落吼。哦所以呢，保护咱，互咱无看，嘛是一种保护啦。唔好讲，我做我乃拢无看，无感应，哈、哦。那么，所以经典是讲安尼讲，哈、哦，只要咱虔诚心嘛，哈、哦，虔诚，就一定有利益，哈、哦。过来，学以梦中菩萨现大身力，亲令世人依诸世界，依诸观想，哈、哦。或者是讲在梦中，哈、哦。意思讲，有个人是在这个修行的当中，啊，像咱讲迄个广化老和尚，啊，伊在底下念佛念地藏菩萨的当中，伊就看到，啊，啊，这个所在讲是在梦中，啊，是在梦中，啊，那么像过去迄个谭虚老和尚，听讲嘛是安尼啊，啊，伊要出家的时阵啊，因查某囝、因囝拢患病死啊，得着瘟疫吧。啊，迄阵瘟疫就可能类似咱即马即个 SARS 啊、禽流感、H1N1 迄种，按囝因查某囝就死啊。啊，伊讲话做你拢上灵验经，啊，那么你是毋是会当回向互我？伊讲回向互你要创啥？伊讲我要升天啊！你讲你答应就好啊。啊，啊因即个谭虚法师就讲好啊，我答应啊。结果伊就看到因某甲因囝搭着伊个脚踏夫。就飞天顶去呢，啊，就升天啊！啊，那么当然咧是讲，啊，咱这个啊在修行当中、上经当中看到的，啊，那么有的是在梦中啦，啊，所以讲学依梦中，啊，咱在梦中菩萨现大身力，亲令世人依诸世界，依诸观想，啊，在梦中的时候看到菩萨，啊。亲领是人呢，讲亲自带领呢，啊，亲自甲咱带去呢，他方的世界去看咱的兄弟姊妹、老爸老母，哈、啊。那么这是讲这个感应，哈、啊，过来364啊，
所以咱爱有即个了解吼，感应即个佛门内底一定是有啦，啊，啊，但是咱袂使只有求感应，啊，有一个菩萨讲个真吼，讲哦，真济人拄下过人拢足感应，啊，啊后来时阵拄到啥物厝内翁仔某无好啦，啊，子孙无顺利啦，啊无就半病苦啦，啊无意外啦，灾难，到尾拢感觉讲佛菩萨拢无咧个救，啊。所以这就是无这个正见，咱来有正见就是讲，咱若拄合佛的时阵啊，佛菩萨当然大慈大悲，有特别有咱有信心，真容易讲会感应啊，是讲哦，真个感觉讲啥物拢足顺利的，安尼有个人讲我出去拢青顶呢，拢无拄着红顶的，吼，还拢菩萨加持，你若要上班要赴要未赴的时阵拢青顶，奇怪，吼，啊拢青顶啊拄啊好，搁到。公司头前个个会付嘞，安尼。当然做阿佛的时阵，咱会感觉讲，哦，这拢佛菩萨加持，也足好个吼。啊，咱若人修行一段时间了后啊，啊，有个人会拄到啥物艰苦啦、病苦啦、业障啦，吼。啊，咱也有正见，啊，因为啥物呢？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有业啊，啊，咱讲要救世界，咱嘛爱消这个业啊，吼，这个业有消。啊，咱会当来往生极乐世界，这个业有消啊，那么重罪轻修也好啊。那么就是讲这个《金刚经》内底讲，咱应当对三恶道的关系，咱今仔互人骂，互人诽谤啊，互人误会啊。那么互人这个歹面色，咱拢当作消业安尼，就拢是就好啊。哈，所以要有正见啊，千万唔好讲。哦，拄好我感觉讲，哦，有菩萨拢足慈悲，拢有感应。啊、后来呢，哈、啊，发生种种的问题啊，退失这个信心嘛，啊，真济人安尼啊，啊，所以有的人就讲啊，即马拄着业障啊，代志来啊，啊，感觉讲学佛无效啦，我不如来信别项，对无？啊，我不如来过来问神问鬼，还是讲要创啥？哈、啊，所以这就是讲咱爱有正见。咱知影讲佛菩萨有感应，但是咱袂当求感应，哈、哦。感应嘛是咱过去生哦有这个善根，咱就有感应，哈、哦。啊，咱若真正罪障真重，或者是讲即马呢啊无适合互咱感应，啊，惊讲咱的这个执着，哈、哦。那么因此呢，咱无迄个感应，咱嘛袂再讲怨这个佛菩萨，怨这个三宝了，哈、哦。啊！而且咱要往生极乐世界，咱有一寡业嘛是爱消啊，吼、哦、啊！所以有这个障碍，这拢是正常，吼、哦。咱若有障碍，咱来感觉讲啊，是我无好，吼、哦，毋是佛菩萨无好，啊、哦，爱有这个正见啦，吼、哦，袂使讲咱若讲安怎，我着做甲足好诶，啊，其实偌好，啊，迄拢家己讲诶，吼、哦。真正讲哦，我足真诚，我就用讲我做了较好，有啥物？佛菩萨拢无感应，无帮助，哈、哦。其实讲好拢咱家己讲的，哈、哦。你若去问厝边，大家嘛讲无好，谁甲你讲你好诶，哈、哦。所以咱拢感觉拢修了足好诶，拢家己想诶，哈、哦。啊，所以呢，咱若讲啊无感应啊，是无即个顺利哦，爱忏悔，哈、哦，爱想讲凡事拢是咱毋对，哈、哦。安尼较有正见啦，毋好讲学佛了讲。啊，那么安尼变作嘛，佛菩萨唔对啊，啊，三宝无感应，安尼一定会退到心嘛，啊，所以咧，这个所在虽然讲哦，有这个地藏菩萨也好，观世音菩萨也好，拢有这个慈悲，啊，有这个威德，有这个感应，但是咱袂使用求感应的心来去安尼修，啊，啊无偏差去啊，啊，偏差去。偏差的时阵呢，就好奇心，咱人好奇啊，啊，啊，因此呢，好奇了后，就一挂人也显易惑众啊，因为咱人，敢那讲有众生有需要嘛，恁就种爱看这個，种爱了解迄，所以就有人会出来甲咱骗啊，甲你骗讲这安怎迄安怎，那么因为有人要听这咧，吼、啊，所以咱若看电视，也是讲看报纸，咱看真侪人为甚物向骗，因为伊有需求啊。伊就是需求，伊有这个问题啊，啊，伊阁无法度解决，都有迄个机会，人就甲骗去啊，哈，啊，咱若有正见，咱就袂去用众生欺骗，哈、啊，所以这个所在讲有这个感应也好，啊，这个呢加持也好，
那么咱要有这个境界，较袂讲哦，即个哦，即个魔啊，还是讲其他的众生有这个机会啊，来给咱侵入啊，或者是讲来给咱伤害啊，哈、啊。所以咱虽然讲这个佛菩萨有这个感应，但是咱学佛的时阵哦，爱中道哈、啊，就讲啊，这个有的思想佛菩萨的愿力慈悲感应是有，但是这个呢？比如讲，金刚经讲的凡所有相，皆是希望这个应无所住的这个观念嘛，爱有啊，哈、哦，安尼才会中道啊，哈、哦。那么，比如讲，要佛菩萨的加持嘛，是真重要啊。家己爱忏悔，这嘛是真重要啊。未使讲哦，拢干呐，要怪三宝无加持啊，拢要靠别人帮助啊，家己呢，无要反省，无要改变，安尼嘛唔对啊。所以，这是讲到这个感应。啊、哦，当然佛菩萨的感应是有啦，啊，但是咱要有正见，啊、哦，较袂产生偏差啦，啊、哦，所以千万，我的意思就讲，千万唔好讲，哦，你今仔看到讲，哦，地藏经讲安尼，你啊，我嘛要来求，啊、哦，真紧你嘛变做迄、那个，变做佛菩萨啦，啊，但是拢家己慌的，啊、哦，真侪人就是安尼啊，哦，就是讲安尼，我嘛要紧来求，我嘛要做佛做菩萨。到尾也无人家讲，拢家己讲，伊是佛，伊是菩萨，哦，拢家己讲的，哦，所以这就是要有这个，在这个所在讲，甲大家补充啊，要有这个境界，哦，无讲用迄有所求的心来，哦，那么用有所求的心来的时阵，安尼就无境界，哦，比如讲咱有啥物无顺利的代志，啊，即摆要来求啊，啊，比如讲。咱若讲有老爸老母半病，啊，就明明会死啊，啊，来求伊未死，敢有可能？吼、哦，还是讲这囡仔就明明未乖，伊个业缘就是安尼，你若求伊会乖，敢有可能？吼、哦，迄个是已经是无法度改变，那么咱就爱了解因缘，吼、哦，千万莫讲妄讲这个佛菩萨，吼、哦，所以妄叹佛菩萨嘛唔对啦，啊，若想执着嘛唔对，吼、哦，所以咱要有这个。中道的这个看法，啊，那如果讲拢完全歹事嘛，唔对，吼、哦，有的人讲啊，拢未使求，安尼这菩萨嘛救人嘛无，极乐世界接应嘛无，这地藏菩萨讲遐简单，啊，你家己上经念安尼就会当超度，我歹信，安尼嘛是骗你啊，吼、哦，所以呢，这拢有一个，吼、哦，咱也有这个中道了解，啊、哦，所以完全执着感应嘛唔对，啊，完全讲无感应。啊，无这种不可思议的代志，安尼嘛唔对，啊，所以咱爱有这个中道啊，爱有这个平等的这个看法，哈、啊，那么安尼较袂去偏差去啊，啊，有人讲安尼我拢靠家己，我拢唔免佛菩萨，安尼嘛唔对，哈、啊，所以咱修行嘛是爱佛菩萨的加持，啊，但是有个袂使想过靠菩萨，哈、啊，所以嘛爱靠菩萨，嘛无袂使想执着菩萨。啊，在这个当中呢，家己去思维啦，哈、哦，袂使讲偏一边就对，哈、哦。过来呢，364啊，经人每日念菩萨名千遍，至于千日，是人当得菩萨。遣所在土地鬼神，将身为佛，现世衣食丰裕，无诸疾苦，乃至凡事不入机门。何况及身，是人毕竟在菩萨摩顶受记、啊、那么呢，如果呢，意思讲为一七日呢来念地藏菩萨，乃至三七二十一天来念啊地藏菩萨。那么呢，如果更加啦，更加，每一天念一千遍啊。如果咱讲那三七二十一天吼、啊，念一万遍，那一天超五百遍啊。那么呢，世尊讲，如果更加精进的人啊，一天念一千遍，哈、啊，地藏菩萨的名号，哈、啊，那么更加每一天念菩萨的名号一千遍，到至于千日，哈、啊，一千天，哦，按着要念两年外去啊，哈，差不多两年半了，哈、啊。那么如果一天念一千遍，念到一千天了后。是人当得菩萨，遣所在土地鬼神，将身为佛、啊、那么这个地藏菩萨咧，派这个你所住迄个土地神、鬼神、鬼公咧，将身甲咧为佛、啊、
所以你那地藏菩萨一天念一千句，念一千天了后吼，恁家门口就一个巡逻箱，鬼神逐天爱去遐签名。甲咱世间讲，我门口吼放一个巡逻箱，迄管区拢爱来遮巡，啊，几点来签者，几点来签者。哦，你若念到一千天吼，恁家门口嘛设一个巡逻箱，啊，是讲嘛毋是巡逻箱，伊是规天排伫遐徛安尼，啊。巡逻阁无够啦吼，巡逻是三不五时啊，想着来签者。像较早杨德禅师嘛，用一个巡逻箱啊，头拢有咧签，尾啊拢也无看人啊。有去甲反映到，我来签啦，啊尾啊就归去算啦，啊嘛看伊嘛签甲真疲劳安尼，啊就归去就算啦吼、啊。那么这个所在讲呢，地藏菩萨叫咱所大只的土地神啊、鬼神啊。将心为护啊，意思讲徛卫兵的啊，即卖毋是巡逻尔，啊，较早是巡逻，即卖还着徛卫兵，啊，门口看爱徛几个，啊，当然要徛几个，地藏菩萨较知啦哈、啊。那么意思讲，咱来当安尼，啊，那么这鬼神的用护，啊，现世以色丰裕，无诸疾苦，啊，那么咱现世呢，那么咱要食要穿呢，啊，拢无欠。啊，拢真即个八足，无诸疾苦啊，无虾米疾病，虾米痛苦，乃至呢，凡事不入其门，何况其身啊？歹代志就无法度入咱的门咯，何况讲得着咱的心啊？意思讲，咱来当呢啊，安尼虔诚呢念地藏菩萨，那么拢会即个鬼神拥护啊，所以呢。咱众生的肉眼拢是有限啦，吼、哦。有个人讲，做啊，啊，你地藏经袂使上，啊，即个大厝袂使念，吼、哦。当然啦、啊，有个人讲哦，因为伊看到啥物足济拢歹物啊，吼、哦。啊，但是呢，嘛袂使讲伊看无毋对，但是只是讲吼，伊看的是一部分尔，吼、哦。讲较白讲，伊只有看到下骹，无看到天顶啊。天顶拢佛菩萨。伊看袂到，伊敢若看到下骹遐，吼、哦，可能呢，人念地藏经啊，看到一个鬼来遮听经啊，啊是讲遮完全祭祖啊，历代祖先啊，鬼神来拥护啊，但是伊敢若看到下面啊，伊无看到天顶啊，吼、哦，无看顶头阁有佛菩萨、十方诸佛的护念啊，遮菩萨来护法龙天啊，吼、哦，所以啊，因此个一挂人伊甲你讲，住厝袂使念啦，无咱专鬼啊，啊所以讲。当然，咱不是袂使讲你头举较悬嘞，顶头你有看无？顶头拢是佛菩萨。当然，啊，若看袂到就是看袂到，咱嘛无看吼。只是讲吼，咱若知影讲或者，迄时讲伊看到一部分啦。所以甲你讲或者哦，有真侪人讲厝内袂使上地藏经啦，安怎啊？袂使念地藏菩萨，在厝内袂使拜地藏菩萨，会真侪迄落，迄拢是看到一面一部分尔。哈、哦，咱若看即个所在讲，地藏菩萨讲，我拜这鬼神保护啦，哈、哦，所以人看到遐，毋知讲遐要来保护啊，哈、哦，遐鬼神呢，咱若上地藏经看到遐，咱来保护，哈、哦，保护当然有遮个即个土地啦、福德正神啦，啊，佮有其他的鬼神，哈、哦，那么伊当然包括来保护来，则是讲来听即个符号啦。啊，伊嘛有功德来听即个佛经啦，啊，伊嘛有利益，啊，无人你若上地藏经，人伊要来参加，敢袂使吼？你敢讲洞的门口袂使参加，啊，人伊嘛是要来参加的，哈、啊。所以呢，种人是看一部分啦，哈、啊。咱若有去看这地藏经内底，拢甲咱讲，咱若有上经的所在，即个鬼神用护，拢是来帮助用护，哈、啊。所以即个所在讲。乃至凡事不入其门啊，何况及身？就讲遮个歹代志拢无到入门啊，哈、哦！何况讲着咱的身呢？哈、哦！是人毕竟伫菩萨摩诃萨摩顶受记。如果会当安尼一天念一千遍，念一千天，那么呢得到这个用护啊，究竟呢会当得到这个菩萨给咱受记？啊，受记咱会当即个正果啊，会当即个成佛啊，所以呢，这就是讲即个地藏菩萨的即个功德啊。
那么咱今仔个讲到这啊。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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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请放掌。请拍开365页。第一行这个经文，讲佛祖观世音菩萨了弥勒世，365页，讲了弥勒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发广大诸心，救度一切众生者，欲修无上菩提者，欲出离三界者，那么这个呢，世尊呢又搁甲观世音菩萨讲，因为观世音菩萨呢，请示世尊开示这地藏菩萨的功德。那么头前有讲，那么今嘛搁讲到这呢，那弥勒世呢，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发广大诸心，救度一切众生者，就是讲呢，如果有人想要发心，要救度一切众生。那么有善男子在弥勒世无佛的世界，善女人啊，那么伊想要发心来救度一切众生啊。那么因为咱本人呢，伊无法度无这个能力啊，或者是讲欲修无上菩提者无上菩提就是这个佛的菩提就是希望会当这个成佛。得到这个究竟的智慧，希望会当成就佛道，所以叫做修无上的菩提者。要出离三界者，就是讲要出离三界生死轮回。三界内底呢，六道轮回，生死痛苦。那么想要断这烦恼，出离三界者，发这种的心啦，那么所以这简单讲啊，咱讲。欲发广大慈悲心，救度一切众生，就是呢，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么呢，要修无上菩提者呢，就是讲这个佛道无上誓愿行，啊，甲法门无量誓愿行。那么，若要出离三界呢，就要烦恼无尽誓愿断啊。那么，如果有众生啊，发这种的心者那么咱先看366页讲时诸林顶呢，见地藏形象及文明者至心皈依，欲以香火以护宝贝饮食供养瞻礼，是善男女顶呢所愿所行，应无障碍那么世尊讲，如果有这种的人时诸林顶就是讲。伊发这个心啊，要出三界啦，要成佛道啦，要离诶众生啦。那么如果有这种诶众生啊，换句话就是讲，伊想要成佛要学习这个佛的无上菩提啦那么如果有这种人啊，看到地藏形象，就是讲看到地藏菩萨的形象这个相好性相。以及呢，闻名者，对，听到这个地藏菩萨的名号那么地藏菩萨那么呢，看到这个圣像，听到名号者，至心皈依就至诚心来归向这个地藏菩萨那么皈依呢，就是讲咱归向这个地藏菩萨至诚虔诚呢来顶礼。欲以香火以护，就是讲，或者是讲用这个香用火用这个以护宝贝就是这种种的宝饮食来供养瞻礼用种种的物件来供养地藏菩萨
那么呢，占礼就是讲呢，占是顶礼啊，看这个地藏王菩萨的形象叫做占啊。那么礼呢，就是用咱这个身业来顶礼地藏菩萨啊，供养以外，还佫来顶礼。是善男女顶呢所愿所行，应无障碍。那么这个善男女呢，伊要所求的愿啊。那么伊会当速成，真紧就成就啊。那么简单讲呢，比如讲咱要离诶众生啊，咱要回向众生，或者是咱本人要断烦恼、要出三界，或者是讲我希望讲我得到佛的智慧啊，我伫修行，我希望会当成就。那么这个所有诶愿呢，甲地藏菩萨求呢，所愿速成。啊，那么咱所有的愿呢，拢会当啊，真紧成就，应无障碍啊，无有这个障碍啊。当然，这是要有这个虔诚心啦，啊，虔诚心。过来呢，啊，367页讲，佛祖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80,000,000,000等愿、80,000,000,000等事啊。那么这阵又搁讲，讲或者如果未来世哈、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80,000,000,000等愿啊，意思讲呐，如果有人要求这个其他的愿啊，未来求这个现在的愿，希望会当成就，或者是求这个未来的愿会当成就，那么80,000,000,000等愿呢？还有80,000,000,000等事呢，就是讲种种的愿，种种的事啦。那么头前的愿甲这个所在的愿啊，有一点啊无同。头前的愿是要修行的愿，要度众生的愿，要成佛的愿，那是佛法佛门内底的愿。那么这个所在讲的，这是世间愿啊，世间愿。如果拄啊头前的是出世间的愿，就是讲这个希望要度众生。希望要了生死，希望要成佛道，那是出世间的愿。那么这个所在讲的是讲这个世间愿。那么世间愿有80,000,000,000啊，每一个人的愿无同款啊。那么80,000,000,000等事，每一个人所求的代志啊，拢是千差万别啊。所以呢，求世间法嘛是同款啊。那么咱先过。368啊，但当皈依占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如是所愿所求呢啊，悉皆成就啊。意思讲呢，只要呢会当皈依啊占礼，就讲呢，咱来归向这个地藏菩萨。咱若要求这个世间愿嘛是会使啊。世间愿是啥物呢？敢若这个普门品内底讲，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哈、要求这个囡仔啦，要生男长女长，哈、那么或者是讲求这个世间的财富啦，世间的这个代志啦，那么拢会当求，哈、那么所以这个所在讲，应当爱皈依，哈、占礼，哈、皈依就是呢，意思呢，上少咱嘛爱来三皈依，对不？哈、那么要皈依佛门哈，那么来皈依地藏菩萨，就包括皈依三宝啦，哈、不是讲只有皈依地藏菩萨，哈、地藏菩萨呢是菩萨，哈、这个是身宝，哈、佛法生的这个身宝。那么呢，皈依地藏菩萨就包括皈依这个三宝啦，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经，哈、所以呢，应当爱来皈依哈，过、来占礼供养哈，占是顶礼供养赞叹啊，赞叹这个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的功德啊。比如讲，咱唱赞的是一种赞啦哈，当然唔是只有唱赞才是赞。比如讲，咱啊甲这个其他的众生讲，讲这地藏菩萨的这个大慈大悲。啊，讲这地藏菩萨的这个愿力，乃至众生啊，临命终的时阵，如果会当呢，称念这地藏菩萨，那么呢，未对这个三恶道啊，所以这嘛是属于赞叹啊，所以呢，赞叹地藏菩萨形象，
如是所愿所求呢，色界成就，啊，那么咱众生呢，百千万亿的愿，百千万亿的代志，啊，那么拢所求所愿呢，拢会当成就，啊，所以呢，这个意思讲，不管是出世间呢，啊，要度众生，啊，那么要成佛的这个愿，或者是讲世间的这个愿，只要呢，啊，求这个。地藏菩萨呢，那么呢，一切拢会当成就啊。那么这就是地藏菩萨的这个愿力慈悲。过来369页啊，佛愿地藏菩萨期待慈悲，应护我，是人于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记啊。意思讲，如果有人呐 啊，那么希望讲地藏菩萨。啊，其大慈悲，有这个大慈大悲，永远来应护我，用护我，啊，用护我就是讲，啊，就像咱之前讲过，如果有人呢，啊，在这个啊一千天之内，每一天念地藏菩萨一千遍，那么念到一千天了后，这个地藏菩萨呢，伊就会请这个土地神啊，这个鬼神、众神呢，来给咱用护。哦，来给人用吼。那么所以讲，那如果有人想要讲，希望地藏菩萨大慈大悲啦，永远来给他用吼呢？哈、啊，意思讲我修行也好，啊，世间的代志也好，出世间的修行也好，那么菩萨呢，拢会当呢，啊，来给我用吼，予我无这个障碍。所以这个所在讲，期待慈悲永护我啊，永远呢永护我啊，修行啊，包括比如讲，咱要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咱发愿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嘛啊，当然会如咱的愿，那么地藏菩萨嘛，甲咱永护啊，比如讲，咱有百千万亿顶愿，那么咱有一个愿，我要往生极乐世界啊，我有一个愿啊，希望我临命中无有障碍。我有一个愿，希望我临命中呢，啊，有这个呢善知识，啊，或者是讲有这个善友呢，啊，来给我扶持。那么呢，这呢发这个愿，地藏菩萨呢，伊嘛是给咱拥护，啊，所以呢，咱念佛呢，啊，地藏菩萨，啊，嘛给咱拥护，啊，真有话人讲，这阿念阿弥陀佛，要去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念这个药师佛，要去东方琉璃世界。那么念地藏菩萨要去什么世界？啊，那么念地藏菩萨，你若要什么世界？啊，伊就如你的愿，你要极乐世界，就送你去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呢，如果有众生希望讲菩萨来用护我，是人于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记。啊，那么这个人在梦中的时阵呢，就得到啊菩萨摩顶受记。啊。意思讲，梦中菩萨来给伊受记，哈、啊。当然，这是讲爱有到这个精进，啊，修行用功达到这个程度，才会当伫梦中呢得到菩萨的这个加持呀，哈、啊，受记啦，哈、啊。那么，所以重点是讲，咱有这个虔诚心无，啊，有这个虔诚心无，啊。那么，这个佛菩萨的加持呢，感应是有这个明的。有暗的，哈、啊，所以呢，刚才讲，咱讲感应，感应，哈、啊，感应呢，有这个敏感、敏应、显感、显应了，哈、啊。那么感应有四种，哈、啊，就是讲感，就是众生的心啦，哈、啊，啊应呢，就是诸佛菩萨的这个相应啦。感就是众生心动，叫做感，哈、啊。我有心，啊，就是叫做感。感这里就是讲，咱若心叮当，我希望菩萨加持，希望阿弥陀佛接引，等等呢。那么我心有动，有叫做有感啊。那么呢，应就是讲菩萨呢，佛菩萨的这个啊回答啊。那么咱感应有一四种，一种是显感显应，显感就是讲我有发这个心啊。我就是要佛菩萨给我加持啊，给我救度。那么呢，显应呢，就讲显感显应，就是讲真明显，我有这个心，佛菩萨来给我救
啊，那么呢，真正呢，有个人呢得到这个佛菩萨来解救啊，对吧？比如讲，真像过去时阵战争的时阵啊，啊，那么呢，得到战争的时阵啊，嘛有一个人有这种的过程，就是讲，伊战争的时阵啊，啊，有当时啊，无同国家的这敌军啊，看到人就会杀人，对吧？啊，无会抢劫啊，那么看到女将会抢。那么呢，嘛捌有人讲，因为在战争当中，吼、啊，拄到贼啊、土匪，也是讲这个敌军的时阵啊，真恐怖的时阵呢，那么呢，就念这个南无观世音菩萨，讲菩萨啦，菩萨，你也甲阮救，我那阮这个查某囝去用看到，就去用抓去，啊，阮查甫看到去用杀死。那么呢，这个、呢，就在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吼、啊，那么呢，因的秘厝内嘛无得秘啊，吼，啊，就秘掉。结果呢，看迄人迄门开开，就入来，啊，牙签也是牙刀入来。我看到因，啊，有看敢若无看，讲拢无人，啊，了就出去啊，啊，那么就出去啊。啊，因就感觉讲，哦，啊，这菩萨足感应，明明就我就看到伊嘛，看到我啊。啊，结果因讲哦，这拢无人，这内底拢无人，那么就出去啊。这种叫做呢显感显应，就是讲真明显呢。那么你有这个感有求呢，佛菩萨有应啊。那么有一种叫做显感明应，显就是讲你真明显你求，但是呢明应就是讲明就是暗中有感应啊，就是讲你即马有求，但是呢，但是无看菩萨甲你感应，还是阿弥陀甲你感应。比如讲咧，咱定下发愿讲，哦，希望阿弥陀啦，啊，甲我帮助啦，吼、哦，那么甲我这个护持啦。但是咱有当时啊，消灾嘛，消灾唔知影，吼、哦。比如讲有当时啦，你开车啦，慢，有当亲像人讲，我慢一分啊，紧一分啊，有的人慢一分就山崩去啊，对不？吼，啊，有的是紧一分，对不？啊，车弄掉啊。那么呢，所以呢，咱有一寡代志在咱呢，啊，在无形当中拢化度的时阵呢，但是咱唔知，无感觉，这叫做显感明应，啊，就是讲你有心求，那么这个呢，阿菩萨呢，分的是暗中的感应，啊，那么过来一种就是讲叫做明感显应，就是讲我也无求啊，啊，我也无求啊，啊，但是呢。啊，有这个人来甲菩萨来甲救，就是讲呢，亲像一挂人啊，伊到较早唔捌学佛的时阵啊，那么对佛法咧拢无了解，哈、啊，那么呢，伊无求佛来解救，哈、啊，那么但是呢，结果佛来解救，菩萨来解救，这叫做明感，明就是这个幽冥的明哈、啊，就是暗中，伊也无去救啊，伊也无求佛啦啦，哈、啊。伊嘛无求菩萨解救，但是有个人呢，学佛的时间到啊，菩萨就解救，对无？伊要车祸啊，菩萨解救，啊，伊要灾难啊，佛解救，啊。那么拄着代志呢，佛菩萨解救，这个明感显应啊，明感显应，啊。刚才我昨看一个报纸讲到这吼，伊也是标题是写安尼啊，讲求耶稣啊，结果遇到佛陀来解救，啊，还是讲。这是讲故事啦，讲迄个西雷有一个囡仔吼，母亲节愿啊，就是讲希望讲因妈妈足苦，足算讲足足艰苦的啦吼，啊因老爸身体也无好啦吼、啊，那么所以足希望讲厝内有一个冰箱啦，啊求耶稣来救啦吼、啊，啊结果去哦佛光山的心定法师看见，就送伊一台冰箱，所以讲我这样。求耶稣啊，佛祖来解救，哈、哦！当然，迄是标题是安尼写，就讲伊无心求佛，哈、哦！伊无心求佛，哈、哦！也是讲，像迄个囡仔，伊是讲要求这个耶稣看。